啊哈喽大家好，伟哥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3D 视角下玄武志，就是苏烈这款中年性皮肤的它的那个模型长什么样啊，就是它的 3D 视角，我们看看啊。这个模型做的还是可以啊，就是面部细节还做的比较细致，对吧？这就是它的这个视角，在这个视角下看，很多英雄其实早期的话，对吧，那个面部表情是简直就是一坨一坨的啊，现在是做的一个个比一个细致吧。然后穿上衣服的话，也是比那个没有皮肤的那个帅气一点啊。然后每次释放技能，那个手拿的电池都会变成紫色的，是吧？然后二技能怼过来的时候，有个旋子啊，在那个大电池中间，是吧？嘴巴会张开，有个旋子。那我们来看它的大招蓄力之后啊，好像那个电池的后面也有一个旋子啊，要不然它怎么叫做玄武字，是吧？这个还是不错啊，大家觉得这款皮肤如何啊？欢迎大家视频评论。这个大招之后，我就是有一个乌龟的壳跑出来，对吧？还挺好玩啊。好，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